狗呕吐白泡沫是什么问题？张安谷，职业兽医师。狗狗的呕吐物为白色泡沫，引起的原因比较多。狗狗的胃肠道发生阻塞，胃肠道功能紊乱，胃肠道寄生虫、感冒、传染性疾病等。具体的原因需要进行临床检查得出。如果是胃肠道发生阻塞引起的，必要时需要进行手术取出异物。如果是胃肠道功能发生紊乱引起的，可以给予狗狗益生菌进行胃肠道功能的调理。如果是肠道寄生虫引起的，就需要进行驱虫治疗。如果是感冒引起的，可以加强狗狗的保暖工作，严重时进行药物治疗。对于传染性疾病的治疗，主要是进行对症治疗。在平时的饲养管理中，主人也应做好狗狗的疫苗接种以及驱虫工作。